今天呢，我就煮一个排骨，所以要放一点盐下去，用盐呢来把那个排骨的血腥味道把它蒸一下。这些呢就是刚才那些排骨，洗干净呢放在这个锅里面，再放了一些蚝油，生抽丸，日本的 whisky， 均匀了，再加点水下去。我们还需要给两包这个砂糖 sugar 拌均匀，盖住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午餐简单的煮一个面，这个就是我新做的排骨面。